我先忙呢，我可以最后吗？好，大姐在这儿，大姐1950年就出。是迪士尼第一个公主，来自迪士尼的第一代公主白雪公主，对对对对。这位没唱歌，旁边这边是我旁边的人唱的歌。Under the sea 啊，对，我是长发公主。那其实给你们看，我的头发只是我戴了我头发的1/20过来。头发是拼接的，接发很贵，现在。叫 Molly， 英文名叫 Jess。我叫我最近就是开始重运动，重滑回来。你滑过来呀、啊？我滑了3天才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永清。等一下，我们都是公主，你好像不是公主。我也是公主啊。穿搭技巧吗？冬天的都穿搭了。夏天像我这样，冬天像他那样，这个在家像他那样子啊，冬天像游泳这样。